用点的，我点的是858的大。它还有多、哦。气质好吃吗？我在当好男人剥虾给你。我们家好男人剥虾给我吃。哎、欸，非常好吃，好吃哎、欸！有些泰国虾你一吃就知道它不新鲜，这个是好的虾，它吃起来是弹的，是 Q 弹的，好吃，这家虾是好吃的，而且还可以煮火锅。我们汤里面都只有虾蔬菜，全吃。它的东西都很有味道啊，因为它都是腌好的，所以不算很难讲，都是很有味道的。刚看了他们的蛤蜊啊，非常的新鲜，马上就开了，就这样子。螺肉出现了，我男朋友还会帮我挑螺，但他平常真的很爱闹，但他的服务是做的满分呐、啊，服务满分，脾气。很大，你看，好吃好吃。他们家海鲜真的是蛮新鲜的。牛舌牛舌牛舌。啤酒是啤酒，啤酒刚刚有问吃喝到饱吗？加酒就酒，想喝吗？好啊。吃烤肉就是要配啤酒，不然没满足感。这么搞笑？我刚刚完全没有理。他们用餐环境很舒适，然后音乐放得很动感，变成烤肉都可以跳舞。他们速度超快，然后肉质很新鲜，海鲜还蛮新鲜，有出乎我的